不知道你们就是妈有没有妈妈在家里，或是就是照顾你的家人在家里等你吃晚餐，等你的电话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今天，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。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的谢谢他们，就是这样无怨无悔的就是照顾我们。哎呦，你哭哦。真的哦，来把掌声鼓励一下，哭了哦！今天第一次在调整演出呢，你看我看到人家开始哭的时候，我就很兴奋。怎么这样？还是就到这边就好了。这里有我们的赞美箱啦，记得。他想要眼泪跟你换。接下来要唱一首我的自创曲，叫做《心之所向》。我曾经很喜欢很喜欢一个明星，这是一个很会唱歌的。罗志祥。不是。哎，珍妮佛·罗志祥。然后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然后他就自杀过世了。然后我觉得因为他曾经对粉丝的温柔，然后所以我自己写了这首歌，叫做《心之所向的你》。还记得吗？好啦，我没有练习。
我要。在跳舞了。好，我要站着唱歌。